Hello， 大家好，我是路易斯。上一次我开箱了 DJI Osmo 360，跟住仲即刻拎出去同 Insta 360X5 做个简单比对。咁我而家咧就用咗两部机一个月啦，想做翻一个更加深入嘅评测。喺短短呢一个月内，两部机都相继推出一个新嘅 firmware 去到 update 改善翻个画质嘅。update 嘅速度咧实在快到我跟唔到啊，所以我尽量都系用翻我拍呢条片嗰阵个 version。想顺带一提，一定要用一个一出二嘅支架咧，先可以做到比对片嘅。如果有啲片两部机前后脚咁拍嘅话，因为两部机如果唔系同一时间拍出嚟，咁嗰个测试结果大家都应该知道，一定不是100%可信的了。希望这条片大家看完之后，可以在两部之中选择买哪一部比较好。揀相机第一样看的就是感光元件。DJI Osmo 360用了专登为全景相机而定制的1英寸方形感光元件。圆形的全景像墙就可以充分利用方形的感光元件上面每一个部分。感光元件的利用率就会比起传统4:3提升 25%。而且正方形的1英寸感光元件比传统4:3的1英寸感光元件体积更小，功耗更低，发热控制比较好。只有采用这款感光元件才可以做到原生 8K 的360全景相机。原生 8K 的概念就是单像素可以去到 2.4微米，经计算之后面积是比 Insta 360X5 是大了4倍那么多的。大像素画面有两个优势，可以有更大的动态范围，还有更强的暗光表现。换句话说，即是说 DJI Osmo 360拍出来的是原生 8K 画面，而 Insta 360X5 是拍出 5.7K 原生画面，再放大到 8K， 再经 AI 晶片优化的画面。好了，讲完一大轮理论之后，我们看看现在这两部相机拍出来的画面有什么分别了。为了公平起见，我就专门买了这个一出二的支架，两款最新的360相机摆在一起同步拍摄，尽量做到无差别的光暗和拍摄角度。但是两部机靠近的时候，拍出来的拼接位是会影到隔离那部机，在所难免的了。这样就请大家看片的时候尽量留意拍摄出来的画质，那就够了。首先我们看看日头的拍摄质素先。两部都拍出 8K 30格的全景影像，然后再直出 4K 的平面影片。左边是 DJI Osmo 360有 10bit 的颜色，而右边 Insta 360X5 就只有 8bit 颜色的。明显看到有 10bit 颜色的 DJI Osmo 360在色彩方面的还原度比较好，微 balance 方面都 handle 得好好。现在再将个画面放大来比较一下，看到 DJI 那边的画面细致度和色彩都比 Insta 360那边优胜少少嘅。揀运动相机，重量都是我考虑的因素之一。DJI Osmo 360只有183克，轻过 X5 的202克。有踩开单车的都想自己部战车尽量都轻啲嘅，部360相机轻啲，装置拍干嗰阵都不会揈得咁犀利，拍出嚟的画面咧都更加稳定啦。正如我剛才片头讲过，一定要有个一开二的支架呢，测试结果才100%可信的。那我现在呢就即刻用这个一开二的支架呢，装了一部 DJI Osmo 360和 Insta 360X5 两部出来试下夜拍啦。那我现在呢就将两部机都装在单车这个支架上面的。好啦，跟住然后两部机呢分别开着它独有的夜景模式先。首先是 DJI Osmo 360的，它有一个叫做超级夜景模式的，我现在开了它先。而 Insta 360那边呢有一个叫做 Pure Video， 我现在也都是转了它先。大家同样都是用 8K 25格来到拍摄的，我稍后再出去看看那个夜景大家有什么分别了。好，现在开车了。DJI 的 Osmo 360的超级夜景模式呢，在夜拍的时候是会过滤了一些噪点的 noise， 那些可以过滤得很清楚的。而 Insta 360的 Pure Video 呢也都是靠这个 AI 晶片去到做个演算，令到夜晚拍摄的时候保持清晰的影像的。走到这么上下，见到有个位置呢，我就停下去copy 张图出嚟啊，睇下两边嗰个影像咧有冇分别咯噃。好，停喺呢度，呢个位置比较多嘢睇到。左边系原生 8K 拍出嚟嘅画面嚟嘅，颜色比较真实自然之外，再放大睇睇背景嘅大厦结构，我都觉得 DJI 系比较呈现得细致少少嘅。
好，咁啊，陣間咧前邊去比較燈光暗嘅油麻地舊景處啊。好啦，同樣都係左邊係 DJI Osmo 360用 8K 25格嘅超級夜景模式拍攝，而右邊咧就係 Insta 360 X5。8K 25格的 Pure Video 拍攝的，這個時候容許我公道一點說，顏色的東西其實很主觀的，有些人喜歡原裝的顏色，有些人喜歡撿出來的顏色，所以要看完兩部機的低光拍攝的細節位置，又是 DJI 清一點、哦、好了，相信呢效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我覺得原生相機出來的顏色呢比較自然一點，因為你冇見過條街係咁藍噶嘛，啲畫面同埋我塊面冇理由咁白噶。嗱，尤其是睇翻我的頭盔啦，喺夜晚嘅環境咧，又唔會呈現咧偏藍咁嘅色温噶嚇，都會受街燈影響啦，街燈都有少少偏黃啊，係咪？所以咧，原生影像咧，始終都係比 AI 咧拍出嚟嘅影像啊比較自然同埋真實嘅。好，然後我試埋兩部機嘅單鏡頭啊，因為單鏡頭亦都可以試真啲嗰個感光元件。咁我哋而家咧轉翻個單鏡頭模先啊！嗱 ，DJI Osmo 360咧，兩邊嘅鏡頭都有一塊一英寸嘅正方形全景像牆感光元件，加上獨有嘅防震技術 Rocksteady， 拍攝品質咧應該拍得住 Action 5 Pro 嘅。依家又拼埋去 Insta 360 X5 嘅1.2/1寸嘅感光元件單鏡頭，過嚟影下果欄呢啲水果就最啱噶啦，五顏六色咁樣。加上啲蜜瓜上面咧就有啲紋喺度，我哋放大嚟睇下先啊！見到 DJI 拍出嚟嘅畫面，顏色層次感同埋紋理嘅細節度都比較好少少嘅，同時亦都睇到 DJI 嘅曝光補償做得比較好嘅。留意藍色帳篷上面嗰個黃色廣告，效果都好明顯啊！大家都應該睇得出邊邊好一啲啦，係咪？跟住兩部機都試下影一張全景相啊！Insta 360的影全景相的解像度是有7200万像，而 DJI 的 Osmo 360可以有1亿2000万像，我们现在拍一张看看，好，拍一张，好，跟着刚才用 App 直接输出，我们看看画面，就咁睇兩張相紙嘅顏色嘅分別，但係一放大咧，見到 DJI Osmo 360嘅紋理細節係比較明顯靚嘅。Osmo 360支援 Osmo Audio 生態直連 DJI Mic 2、Mic Mini 同埋 Mic 3，拍攝進行現場收音更方便、更清晰。一個實體掣可以快速切換鏡頭，我仲簡單試咗一鍵錄影嘅速度添，大家睇下。開始錄影，大家嘅速度都係相若。咁停止錄影咧，哇 ！DJI 真係快咗好多。而相機除咗可以插 SD 卡之外，仲內存咗105GB嘅儲存空間。我經常都會唔記得帶卡，同埋張卡錄到爆咗咧，冇其他卡用。咁依家起碼仲有105GB嘅內存墊底。拍完啲片翻去可以用 DJI Studio 喺電腦嗰度做後製啦，或者用手機嘅 DJI Mimo App 去到做後製。由於軟件咧都係不斷升級中啊，所以我諗住留翻 下一集再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啲簡單嘅相機拍攝應用同埋影片的基本后制教学，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的 channel， 按个钟仔，一有新片发布即刻通知你。看完这条片最好都给个 like 和分享给朋友看啦。好，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